工作呢？你干啥？没看我在工作吗？我还没整完，还有一会儿呢啊、哦，还有一会儿就整完了。别说都几点了，你自己不看表吗？今天下雨，不好出门。啊，那什么？哎，你就等一会儿就不行啊？哎呀，你可等一下吧！你让我把这一点弄完行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谁都等不了了。行了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不，哎呦我去！真的等一下，三分钟，马上就干完了。你越弄吧，然后我越弄不好。那谁怪谁？下雨了，外边。那会儿淋湿了，谁给收拾？啊？淋湿了谁给收拾？关小黑屋呗。那你就到这儿。那我也不想明天收拾呢。糖糖非常不理解，贝塔在干什么？我这是吃药，这是吃药。给你吃一个，好吃，甜的，甜的。那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你把它吃了我就去。被他说终究是我扛下了所有，太难了。行吧，走吧，出去吧。